我印象中那是一个个子高挑长头发，然后一出到哪里所到所有的地方都会吸引所有男生眼光的那样一个女生，但同时呢她是一个做事情极其认真仔细，对于自己的专业，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项事业非常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的这么样一个女生。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台词课上，应该是就是她的一点点自己可能没有准备好，但是她就会非常内疚，然后我还记得她在台词课上跟老师聊天的时候就哭了出来。那我觉得一个做事情这么样认真的一个人，不管他做什么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的。啊，袁林鹏现在也是非常火的小生啊，而且哈、啊，袁弘是跟你同班同学，刚刚提到了在校园当中，所以说袁弘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校园当中你遇到过什么的糗事？对，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看到同学总不能想象说，像女神一样的女孩，难道会像我们这样普通的女生一样，就是会摔跤，会没有那么寸？她在我心里是完美的，从来不摔跤，也不吃饭。有没有就是听起来还挺糗的，但是别人不知道，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的。我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因为我是在进大学以前签的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原本应该大一就发片的，但是由于我进了上戏以后，你知道我们的音乐课声乐课其实是教你用那种偏美声的方式去发声，对，帮助你的台词课的那个训练，结果后来一进棚唱了一首歌，当时把我自己也吓到，把所有制作人都吓到，因为那个声音介于流行跟美声之间，完全不是通俗，就我已经不会唱流行歌了，那个时候就特别糗，自己好伤心啊，我去可一阵哭。真的会，真的会，因为在会那样会打架，在那个上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学过那个就是唱歌的要学民歌？有啊，我都会这样唱。你还哭的声音是着谁又被伤了心，我被伤心了，我听到你唱我就伤心了。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这样唱的话是考试及不了格的，对，就必须用那种方式去唱歌，你要用流行今天这个全不及格。对，但是我上学就有非常糗的事情，我的同学教我乱唱，因为小白杨当时我都不会唱，一颗小白杨长在哨所旁，他不是这样，他说唱错了，你要唱一颗，我上去，老师，我的曲目是小白杨，一颗小白杨，啊，所以老师竟然把我都教出了这样的学生，就是有的时候调子唱错了是吗？不是，他要教我就是一颗，其实是一颗，啊，这不重要，好吧？自己讲不要脸，但是我给你找，你喜欢这样子笑点很奇怪的男生吗？他有十一三秒，就有考虑一下。对，但是在学校里面特别仙儿的女孩，一般都是很难会被逗笑啊。对，我属于笑点比较高，是这样。分人，就如果是生的人，笑点特别高，扛也要扛住。那如果是熟的人，其实我笑点特别低，很傻的，很容易笑的。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有件事儿大家都没笑，你笑了。忘记了，但现在就是自己笑的不行。行了，反正我觉得在校园当中肯定是有很多那个欢乐的时光，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等女生报自己的糗事，总觉得有点小怪了。接下来再看下一位吧，他又问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请看一下，对谁？听你名字就知道了，又韩又雪的冰冰萌，但是你错了，你跟他合作过就知道，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女孩子。他热情之余呢，也给我另外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常常让我拥有一些问号的产生。为什么？为什么你长得这么漂亮，到现在还不结婚呢？为什么随便吃都不会长胖呢？为什么？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但是出唱片也出的不够多呢？哎，太多为什么，那这些为什么就交给现场的朋友为我解答吧，拜托拜托。哎呀，这人真是个充满疑问的好小孩，怎么提了这么多问题？确实是丁子峻哦，为什么他的配音感觉像郭富城？为什么？
对我也是浅过郭富城，为什么不结婚呢？哎，你这样，你由浅入深，你用模仿丁子峻来问第一个问题，好不好？ Okay. 为什么？为什么？高兴。哎，丁子，我是丁子峻，对我爱不还，但是我想问韩雪，为什么唱片出的那么响呢？这个我已经回答过了，我来告诉你就好了，我是韩雪的代言人。是。刚刚韩雪说了，她现在是制作人，哦、所以说呢，她所有的歌都是要自己去过目，然后都要自己填词，所以不会那么快出唱片的。五年已经够意思了。哇，为什么有那么二呢？下一个为他说了，哎，为比如说为什么不拍吻戏，为什么比如说不结婚到现在，为什么不拍吻戏还不当花旦？我觉得因为我没有说不拍吻戏，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戏，就是说服我自己就哦，听刚才这个停顿，合适的戏，人对，但是花旦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学校招生的时候没有拿我当花旦。你看我这么高的个子，也不是花旦的样子。你以前小一点的时候，长了一张脸比较像花旦。慢慢的，我觉得像青衣过度。我可以当花旦，我不介意。对，但是始终不接吻戏就对了。对，据我们导演给我们的数据说的，不是我说的。但是据我们导演给我们的数据统计说，韩雪其实2000年出道到现在，没有一部12年，没有一部戏是有这个吻戏，哪怕借位都没有。借位有没有吻戏？可是那个借位的话，比如拍的话，该如何去展现呢？就 double 啊。搭怎么搭档？机器在那儿，你在这儿。不懂哦，这样的，这是可以教的吧？可以。我真的求知欲很强，但是我不懂。太坏，我来教你吧。你最终只能获得这个结果。你想上来我管你。这样，韩雪可以讲一下吗？我试过有很多种的吻戏的借位的方法。一是就是完全就是 double 位，两人一个很近，一机器在那儿，就是做一个接吻的状态，但其实头一挡的就过了。哦，是怎么这样？我来，是这样非常好。好，你来指导，可以再离近一点，可以再近一点，比划怎么去？哎，对，稍微就是哎，对，在这个角度，你有没有躲呢？我都受不了，都靠海水。接吻是比如说用那个逆光的强光哦，在你的背景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灯，特别特别亮，当你俩无限接近的时候，其实就融在那个光影里了，你根本看不清楚人脸到底接吻还是没有接吻，就光太强了，那就虚掉了。对，你画面中央其实会被那个就全是近光，全在镜头里看不到，对，就会爆掉。这是一种方法啊，对，然后。还有就是会有那种，比如说男生就最常用的，用拿个手指头把嘴打开，对吗？这种，用，哎呀，你起来了，太恶心了。因为我很重口，太吓人了。好，谢谢。看导演说了，我为了艺术都牺牲了，都签了包龄给我加钱。这样听起来的话，对呀、啊，哎，但我想了半天，你看他刚才说了这么多种方法，他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不要拍吻戏。我特别想问，为什么呢？